醒了，他醒了，好了，他应该没事了。 圆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圆圆，妈妈，圆圆，怎么回事啊？圆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急死我了！常律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进来这办事儿，正好碰上圆圆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对啊，妈妈，新娘都湿了。我刚才在河边救了一个人。你还救人啊？啊，都快急死我了。 来，不用不用，穿上吧。不行，这样该把你衣服弄脏了。你不穿上，等会儿该感冒了。对，穿上吧。好吧，程律师，我能不能求你帮我个忙啊？嗯。你能不能先把圆圆送到钢琴老师家？没问题啊。走吧，张程说。走，走，圆圆。 圆圆，一会儿认真上钢琴课，晚上我让小念姐姐来接你啊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圆圆再见。拜。对了，我想问问你，花店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？我正想找个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呢。今天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也是开花店的，他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要问问我，要你有空的话就过来一块去啊。 好啊，你的朋友也是开花店的，那他是在开花店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，花店虽然是一个小型企业，但是也会碰见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花卉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纠纷，还有矛盾。那我今天可得好好取取经啊！那你们约在什么地方啊？ 咱们先去趟商场吧。去商场干什么？不会迟到吗？不会，早着呢。程程，走吧。服务员，
麻烦你拿几件合适这位小姐的衣服，让我试试。好的。小姐，您看一下这款很适合您。陈老师，这个衣服太贵了。可以先试试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没有多余的钱花在这上面。今天啊，我想送你一件礼物，你可以挑一件自己喜欢的。那就更不行了，我怎么能收你的礼物呢？咱们是朋友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咱们是朋友，那我也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吧。梅花，你现在要开始自己新的事业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精神面貌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一件衣服改变不了你的精神面貌，但是起码可以让你有一个完美的仪态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生活，对吗？哎，江琴师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位是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袁梅花，袁小姐。哦，袁小姐，你好，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这是我刚跟花卉商签订的合同，你帮我看看吧。条件有点苛刻。对呀，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签了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我会给你解决的。感谢。对了，小王，
袁小姐想开一间花店，想找你咨询一些有关于花卉方面的知识，你可以帮她介绍一下吗？没问题啊，反正我最近要寻找合作伙伴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刘静，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改天我请你吃饭，得把袁小姐带上啊。好啊，那你得问问袁小姐有时间还是没有时间了。袁小姐一定会愿意的，对吧？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你又跟我讲了那么多有关开花店的知识。如果能够再见到你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有机会的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是收获颇丰啊，肯定对我开花店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就好，起码没让你白跑一趟就行。怎么会呢？你今天送给了我这么美丽的礼物，还带我结识了这么优秀的朋友。对了，开店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可以告诉我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那就好好干，让我看见你做出的成绩，说不定啊，咱们俩还能成为合作伙伴。好啊，那我期待这一天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如果你开店的话，资金上有什么困难吗？暂时还没有，我姐和姐夫借了我一些，初期开店的钱应该够了。反正你要记得，有困难找程律师。怎么了，姐？笑什么呢？你看你美的啊，是不是这么漂亮？去见谁去了？怎么就漂亮了？不就是换了新的衣服和发型吗？又是发型啊！哎呀，收拾的这么漂亮，心情也是很好的。心情倒真是不错。早看看，春风满面，面若桃花呀。什么呀，收拾得这么美，没去见个什么小帅哥？你瞎说什么呢？好，我先说，那也应该有个好的约会吧。哎呀，我的亲姐，你快打住吧，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思呀，我现在啊只想着把新店赶紧开起来，这样好让我的圆圆过上安稳的生活。姐呀，永远支持你。哎呀，姐今天承诺你，等咱日子过好了，咱生意旺起来，姐姐一定要给你找一个比那个无情无义强100倍的男人。姐，瞧好了，嗯，这妹子。你的耳朵根子好热呀！安琪，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你。你到底在哪儿啊？
咱们公司这个月的产能会不会有问题、我担心月底的订单完成不了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行，不管怎么说，月底之前给我把货发出去。行。老公。宝贝儿。哎呦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也想你。就知道想老公，亲哥都看不见了。哪有，我又不想你呢。我看到一家特别好吃的日料店。喂，谁呀、我是之前和艾琪谈恋爱的周总。啊，对不起，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谁呀、神神秘秘的。卖保险的。嗨，那个，我找到一家特别好吃的日料店，我们一起去吧。行，你们去吧。况且我也不想做你们的电灯泡。那我们走吧。别后悔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到底想干什么？等你有事情说。我没工夫搭理你。我就在公司大厅等你。对面楼梯你看到了没有？对，你怎么上去？在那等我。我为什么在那儿等你？我就在这儿等你。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？你想干什么？本来就是为了爱情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你就是个神经病，你有什么资格见爱情？我知道我没有资格，但是我对爱情的爱从来没有变过。为了他，把婚礼都取消了。青青，让我见一眼爱情吧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不想死，就给我滚远点。大哥，一定要见到爱情。周总好。爱情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过着自己美满的生活。当初因为你，他受的罪刚刚熬过去，你现在又回来找他。你如果对他还有情分的话，就别去见他，别去破坏他现在的生活。你骗我，爱琪不可能结婚。你真是疯了你！我还告诉你，爱琪已经当妈了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不管爱琪现在什么样子，我一定要见到她，因为我相信爱琪还是爱着我。当初是你要跟爱琪分开，你现在又回来找她，你把我妹妹当什么？想爱就爱。想甩就甩。周桑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聪明的话，别再去骚扰爱琪，让她过自己的生活。我得谢谢您跟我说句话。哎，闺女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那现在平时出去工作当中接触的人有没有那个喜欢的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逗呢？之前一直跟我说不要谈恋爱，不要谈恋爱，现在这又要逼婚了是吗？哎呀，谁逼你婚了吗？你这说话说那么严重，我让你现在结婚去，那还我还不干呢。对不对？
别转移话题啊，接着跟妈说，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啊？男朋友吧，暂时还没有。不过心仪的对象嘛，妈，我还不能告诉你。这，真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你妈，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对吧？你这母女要经常交流嘛，要沟通。是啊，你都知道啊。那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家条件也不高，对不对？这男朋友呢，这个呢，得差不多点儿，比你高一点啊。啊，那年龄大个两三岁啊，家庭条件呢，跟咱家差不多就行哈。然后呢，哎呀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现在人都还没找着，您先别着急谈条件，行吗？没谈条件，你这玩意儿你不听我的话，你早晚吃亏，你信吗？我知道了，你要记住跟我说，我找着一定告你。啊，你聊什么呢？回来了，哎呀，没话回来了啊，还没吃啊？没呢。啊，那我赶紧给你做点去。啊，谢谢姐。哎，我问他半天不说，问问他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当任务完成啊。知道了。啊，就来了。累了吧？还行。明儿是不是该去你们装修了？是啊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。明天你有空吗？会不会出现一个小男朋友跟你约个会什么的呀？你别跟袁荷花同志一样那么坏。不过小念啊，你真应该听你爸妈的，赶紧找一个靠谱的男朋友。我找男朋友的标准呢，宁缺毋滥。所以我不着急，慢慢找呗。好吧，既然你跟我一样是孤家寡人，那明天就随我去装修吧。哎，对了，你想好了这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？简单明亮，再温馨一点就行了。对，挺好的。那名字呢？想过吗？我还真想了一个，你说叫没弄花糖怎么样啊？哎，我想了好几天了，实在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。没弄花糖，花糖挺好的，挺有诗意的。这弄字吧，也能突出你对花的感情。梅老板，你好。听你这么一解释，还真有点意思啊。是啊。哎，不行，你还得再帮我想想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想啊。行。我要是睡不着觉，我就好好帮你想想。梅老板，可以吗？梅老板。来吃。梅花，今天累了吧？别吵了，我做的鱼汤可鲜了。我也没怎么累，只是在那儿看着他们装修来着。哦，那也累。这说实话啊，监工是最累的，主要是心累。你们俩真能操心，我小姨心里美着呢，你们不懂。不说话能把你嘴巴憋坏了是吧？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鼻子又痒痒了是吧？谁痒痒了？啊，这话好像应该是我说的。我，那就打。哎，要别说啊，荷花这手艺还是真不错，我这辈子就这张嘴，那是真没遭罪。你瞧瞧，真让我养得面黄肌瘦的。爸，我妈夸您来着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嘴是没遭罪，长着一身肉，你看我这心灵得受多大创伤啊！行了，我们仨一直都在吃，你们俩也动动筷子啊。动，嫌你话多呢。赶紧吃吧。我话痨，挑拨离间。赶紧来。多吃点啊，圆圆啊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子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好乖哦，皮肤白白，好漂亮。丽姐，来了，快过来。饭团为什么还在这儿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教育孩子要讲究科学。
不该把孩子麻烦给你的，你还真的干嘛赶紧弄去啊！妈，你放心吧啊，我回来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我先走了啊。爱琪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谢谢。我们长话短说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要办呢。虽然我知道我们迟早都会见面，可我没想到这么快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一个儿子。我现在过得很幸福。虽然我们曾经很相爱，请你不要对此抱有任何的希望，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，不要再见面。阿欣，我想问你，那天晚上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根本容不下别人。那你明天的婚礼怎么办？先不说。等明天，远走高飞好吗？开始新的生活。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。
安琪。爱琪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那天晚上我们到底算什么？是一个错误。是个错误。要不是你爸妈反对，我们也不至于会分手。你就当喝多了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是已经发生了。我们说好要放弃一切，我们说好要远走高飞。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啊？啊！我只要每次跟你在一起，你爸妈都会打电话，而你都会乖乖的回去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可以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呢？第二天我清醒了。自己该回到属于原本的位置上。那我算什么？那我算什么？我相信你的话。我在婚礼现场逃婚，这一切我都做了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是个孤儿，你说过什么吗？我哭着喊着求他们说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你为此做过些什么吗？你说这么多，我只觉得你压根就没变过。好终身的好男人，我现在过得要多幸福有多幸福，不希望我们之间的过去影响到我现在的婚姻，把我们的事儿彻彻底底忘记吧，好吗？吃的红烧肉，我想你对我真好。嗯，必须的。妈妈，你对我最好。都好，都好。对你最好。行了，行了，赶紧去洗手啊！走走走走，洗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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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去吧。哎呀，今天这么早就开饭了。是啊。啊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啊，你待会儿啊，带着圆圆吃饭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好啊。哎，这给谁送饭呢？啊，是不是上回那个男朋友啊？姐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好好，我瞎说。你是程律师，他不是之前帮我那么多忙吗？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回报他。今天啊，多做了点菜，就给他送过去一点。他跟他儿子在家，又不会做饭，他儿子还生着病，怪可怜的。嗯，怪可怜的。这饭十万火急，必须马上送到。您走，那我就先去了啊。慢点啊。好的，走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小崽子们，开饭喽！哟，妈，你回来啦？你看，菜
菜我都给你买回来，我现在热给你去吃啊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是特意希望我向你投降是不是？你到现在才想到，你买点饭菜来打发我气我。早晨以孩子为理由出去鬼混了一天，你像不像做儿媳妇的样子？你看看。我们饭团还是哺乳期，你给我说吃巧克力，你像一个做妈的吗？告诉你，我本来克制自己，想努力跟你搞好关系，但是你打心眼里跟我作对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你太嚣张了。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屋说。别骂我，我自己走。我小姨怎么今天没跟咱一块吃饭啊？嗯，她有事出去了。嗯，我一会儿也得出去一趟，见个朋友。嗯，见朋友？嗯，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？好了。哎，站住！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吃这么点儿，吃猫食呢？我多大个人了，我吃没吃饱饭，我还能不知道？您进去，您说说嘛，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还是女的？不告诉你，我不告诉你，就不忽悠我，耳朵是一道泥毛啊！圆圆，哎呀，圆圆我乖，圆圆最亲人了，呵，千万别跟他学，学坏了。大姨，我不会学表姐的。哎呀，乖。那我可不可以不吃胡萝卜呀？不吃。你这个小油壶，你什么时候拜的师啊？啊，你这不是他徒弟吗？吃胡萝卜有营养啊，把它给我吃掉，吃，给我吃掉啊！小白兔，白又白，爱吃萝卜，爱吃菜。你看我。